一条皮划艇，穿行在大山甲土楼的群落之间，将残垣风光、山川德海、甲浓浓的乡愁，浓缩伫全长3公里的河道顶面。一路起起落落，迎风破影，滚笑的声、激起来的声、水面甲涨烧浪的声，融做一体，闹得气气。选择住伫遮开发漂流项目，主要原因是水质真清，山处感鲜明，